我们是一群热衷于寻找古代遗迹及宝藏的探险队，对于旅程毫无畏惧，哪里有挑战我们就在哪里。某一天，我们收到了一份不同于以往的藏宝图，上面充满着奇怪的图，而所有的暗示都指向这传说中的神秘山谷阿努瓦。据说在那遥远的山顶深处藏着无数的稀世珍宝，令探险者们趋之若鹜，但这也伴随着许多的危险及未知的生物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依然决定去探索这个神秘的地方，宝藏就在那儿，传说中的秘境阿努瓦。